do it that way. Maybe it's the hole in me. 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 for it? It's real love. Hello， 大家好，我是东平，我是圆圆。圆圆，你今天要被做一个大改造？它不会符合我的主题是 body。Nobody can， can you can't， you can't。对，你今天要改造成不可能的任务的雷贝卡·弗格森。他谁啦？就是黑黑黑黑那个，是不是？今天就是不可能的任务。好的，那我们要变成雷贝卡的第一个步骤呢，就是眼影。因为欧美的眼影就是应该是说欧美的骨骼眼睛的话会比较稍微深邃一点点，因为亚洲人还是比较稍微平一点点。那我就是找到一个非常方便又快速可以打造深邃的眼窝的一个东西，因为以往眼影都是粉状的嘛，对，画也是画、就是、都粉的，大部分都粉就粉哦，不是那个粉，就是质地的粉，对，也是啦，就是、我也是质地粉，颜色也是粉，那个粉对粉状的。我就找到一个，就是它是一种。你看一下，它是这种湿湿的，哇塞，那个颜色。那它这个非常方便，就是因为湿的这种质地，大家会觉得说，会不会它就是会一直湿湿的？然后就是双眼皮折痕，会有一些折痕的折线什么的。它这个质地完全不会，因为它会随着时间，然后它会慢慢蒸发，就会变得说会变得很清爽、很干爽的一个质，就跟眼影上完粉状的眼影其实是差不多的感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重复堆叠。那越堆叠的次数越多，它就可以创造就是更颜色更深，它就做个渐层的概念，这样就跟刚刚颜色又不太一样，就再更重一点，再重一点点了，对，再重一点点。眼神有没有勾住你了？对，那一样的呢，我们可以用同一个东西，然后画下眼睑，我们看一下上面。那我们可以选择像这种刷子，比较小一点的刷子，然后一样就是画在下眼睑的地方。嗯，然后它也是很方便，这样左右来回，左右来回。但是它的质地是那种很像慕斯的概念，所以它会很贴近你的皮肤，所以画起来会非常的自然。画一下下眼睑之后，呈现出来的那种卧蚕深邃的感觉，哦，看起来有没有又不太一样？哇塞，很卧哎，妈呀！对，很卧，非常卧。哎，我让远远看，我就很明显哎，夸张哎。一开始一定就是要从下面开始，这样。老师，我被你说对了，我都从上面开始画，哎，大家都是啊，我们今天突破盲肠，就是大家会从可能从上面这边开始画，但是一定要从下面开始画，所以你上面这边重的话就会怪怪的。眉峰的位置大部分是我们的黑眼珠子的外围，就是我们这个白眼珠子的部分，这个部分开始这个区块。就是慢慢的往下延伸，这边就是我们所谓的眉峰。那眉峰的话，它的眉流是往下的，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一定要随着我们的眉流，然后慢慢的往下画。那越前面的话就是越淡，因为眉毛眉头一定是淡的，不会是深的。接下来是很重点，就是腮红。老师，你知道我现在我的粉红色粉到那种很粉，那个叫腮红，你觉得这个叫腮红？你确定？眼影是腮红。它的位置呢，大部分都是画比较下来一点点的，像这样，就是很像天生就是有一点点红红的感觉，一样是要放在苹果肌上面，然后最后我们的收尾就是慢慢的往下延伸，这样带过，然后就有一种放射线的这种散开的感觉。欢迎今天被改造的名人，掌声欢迎！没有有违和感，因为他平常不会穿那么暗。哦，这个物呢，你真的是有一些时候呢，有一点心机就可能在你领子里面啊，你做一点点变化，然后这些变化都会让你好像深不可测的，嗯，啊，有那种神秘感，那可以尽量选择这样的衣服。好，那当然特务呢，有些时候呢，他也要利用一点。特务这会不会太容易被发现？没有，我们也看到很多特务啊，他也要靠一点美色啊。真的耶，美人计，美人计。谢谢，谢谢各位，谢谢老师。